在这挂上。牛腩它是切好的，我啥也不用干，直接做就行。拿不动。也不炖汤。吃的有点像我说吃的都好看。这个营养啊。烤玉米呢，就是听着挺简单的，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小技巧。我只是把它裹起来。哎，剩下的真的没了。到部落，这是好看。你抓正转，就锡纸有可能会被烤烂，但是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它里边会有个那个玉米的皮，所以就是锡纸破也没有太大关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等十分钟，然后这个玉米就这样子吗？对不起啊，玉米，再来一遍。最好还是能把脸拍，不是，要不然就是啥，就一点我的人都不要露，嗯，是吧？这个土豆真的好大，你切的有点大啊，这样子。它切滚刀块，它煮完之后，它这个边就特别薄的地方会化到汤里面去，然后汤就会变得很浓稠，是吧？对，就跟勾了芡一样，因为没带淀粉嘛。按照道理，在家里面是要用淀粉的。就埋到下面去，这架就 OK 了，就压根不要看我，就只看玉米就 OK 了，关系的，因为它这个玉米本身是有皮的，所以它就皮。你可以加，不是我操，待会儿火灭了，拿炭也得把它收干。好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陈师傅开始制作燕皮。我把肉加热一下，吃饭吃饭。可以可以吃过早饭，吃过了。不好爷。饭盒你上哪儿去了？比方。你们赶紧拿餐具先吃饭。我在那个帮我挂上。快翻。好了。你刚有点甜吗？你刚吃味道咋样？有点甜。哇，你北方。哇，皮皱了。你烤的就。好党员呀，你这个弄得有点过分豪华了。豪华豪华，太豪华了。这个充气床还得床头呀，我天。你这个垫子充气的吗？对啊。好吧，这是我见过最豪华的了。我也拍完视频了。啊，是不是干嘛呀？爸爸干嘛？来拍。哎，是不是要点炉子呀？啊。
点不点？啊，不用点了，人多都暖和了。我把那个没有，你把你的武警拿来吧。是，看到这个床，我觉得，啊，比我们家床都豪华那种感觉。你家床，这个床都比你家床豪华。奶奶，这个，这是他自己改的吧？应该。买了吗？我说这个窟窿。窟窿自己挖的吗？自己挖的吗？这咋没有？哎，这个还这个帐篷应该属于这个豪华露营里头，玩到顶了吧？应该。咋的没有？入门。入门是吧？嗯。这还没到顶。你看这床。床很浮夸。这是啥？哎，你们的茶壶没拿进去。啊，不喝了，喝啥茶？可以可以，滋滋滋。打牌吧，我意思。关键俩还放一起了，没事就。我看一下，我就不在乎多钱了，要不怎么好？会动吗？那谁去拿呢？这会儿这里头温度有多少？19度，快20度了。在这儿也放这儿了啊？很神奇。小风扇来转。这个东西就弄出来那种家的温馨感，很牛逼。两个灯盖都收了吗？对。还有那个。坐椅子上在这暖和一会儿。没事，上头他正在买。这多少钱？1000块钱。1000块钱、嗯、那烧一晚上你大概感觉他会花多少钱？这个40。哦，一晚上就按煤油算的话烧40块钱。对，大火小火都是40，不变，他没有大小火。嗯，很神奇。这是户外就是会买到的，一般用的就是最便宜的了。就是他这个炉子特别适合你们这个，就是说帐篷小了也不行，因为太热了。有小号的，小号特别贵，就是像阿拉丁得4000多，啊，就比它尺寸再小点的。对，就是千尺，它一个这种普通家用的，还有一种就是专门给露营的，尺寸小了一半，但是油箱也小了一半，热量功率小了2/3，那个功率只有这个1/3大，但那个就公小帐篷适合，然后价格也贵吧？那4000多嘛，啊，那划不来，还不如热呢，我觉得。但有的人帐篷小嘛。而且这个毕竟不是每个人车，这东西一塞，如果小车的话，后备箱往这一塞，剩下的装备就最高能到多少度？在拍视频呢，你这样有点做作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最高啊，20度左右吧，20多度吧。我自己体感有点像30度。嗯，上面温度会高一些。就是我们上次放那张，然后上下各一个温度计嘛，顶上温度计47度，底下温度计25度。我那冷风扇呢？那没有。你看到稍微朝上点，你看它有点反光。你可以等它再热一点，它再又涨了19.6了。哎，这个这会儿现在这个温度是19.6，这个帐篷非常大，但是这个温度19.7，啊，还是温度又涨了。好，可以了。温度最高是顶上。好的。顶上温度最高。那很少会去买这种。对对对。哎呦，南方特别多，南方尤其是农村的，甚至家里不通空调。但是这唯一的问题就是啥？如果是南方家庭用，就是在家里面每天都要用，一天烧40块钱，那一个月下来成本有点高了。不是一天，一晚上。啊，对，一晚上。When you're